谢谢。嗯，谢谢。孩子们来的时候都说，嗯，梦想是好好说相声，哎，大伙儿喜欢听，嗯，鲜花掌声，是，这是每个演员都想要的理想，于老师也不例外，干这个的都想。观众鼓掌，爱看于谦，嗯，打心里高兴，美呀，啊，但也不是一上来就能这样，都有个过程，有一个过程。当初，嗯，于老师演出，观众也不是特别欢迎，也不会的时候啊，这个不算挤兑您啊，没有，实话实说，咱说的是实话。对，小演员的时候都是很尴尬，很寂寞。于老师十几岁演出，观众不看，嗯，起哄喝倒彩，往台上扔砖。还扔砖？于老师说一段相声能盖三间北房。嚯，那时候比现在挣得多呀。那是，那会儿房还便宜呢。至于这样吗？现在于老师演出，观众多欢迎啊！大伙儿捧嘛。年前我们那是在哪儿演出啊？嗯，观众热烈鼓掌，单有观众坐底喊：“喜欢于谦，爱于谦。”捧我，有一个女观众冲上台来，搂着于老师，非要亲一口不可。有这样的，不是每个相声演员都有这个待遇，很荣幸。女演员、女观众，嗯，啊，这女的过来搂着于老师，嗯，强行吻了一下。啊，还强行？我愿意。嗯，哎，嗯，但是女的走了之后，于老师心情很沮丧。为什么呀？那个金假牙让人叼走了。哎，嚯，这奔这金牙来的是吗？每人都有梦想啊。对，我的梦想是发财。哦，您想挣钱？我想挣钱，嗯，这个想法不龌龊吧？啊，这个很正常，有钱是好事，谁都想发财，但是很难说突然之间就有钱。哦，你得想办法，得挣，你得有脑子。哦，我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买彩票。哦，这可是机会啊！只要一开奖，好几百万，这快！我去看了，嗯，人说一开奖500万，是多少钱呢？嗯，2块钱一注。对了，这是个运气问题。哎，运气好就买2块钱的就中了，那就赶上了。要是不行，你花几百万未必买得回来。那倒是，我多了不来，嗯，就来2块钱的，就买一注，来，嗯，2块钱的，好，卖彩票小姑娘，嗯。长得挺漂亮，嘿，擦着胭脂抹着粉，捯饬挺好看。嗯，给我一张，买一张。我一看这号特别好记，什么号？315315。啊，您忌讳这个？嗯，这个很吉利啊。这还吉利吗？315是一个节日。哦，排油节啊？谁说的呀？315是排油节。太好了，回家等着吧。哦，过了几天，嗯，开奖了，怎么样？打开报纸，哟嚯，怎么样？315315，那就叫中了呀！头奖500万，这赶上了。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这就有钱人了。转眼富家翁，对，兑奖去。哎，又来到那儿了。嗯，大姐，嗯，你看我这个中了，哟，哦，给您道喜，嘿。500万，真会说话。打身后边，嗯，搬过4个纸箱子来啊，一个里边100万，当时给钱，拿走，这是您的。哦，我说你别动，怎么了？我中的是500万，嗯，一个箱子100万，这是400万，还差100万，数不够。嗯，姑娘乐了啊，您怎么了？嗯，那是税钱。哦，你少来这套。哦，我多增税了啊？谁说这税？您税我也税不了100万呢。这这这这这这，你蒙我。行了，别说我问过这价。你别问什么那价啊，您还不如说试过那价呢。你什么税？上税。是啊，你甭管在哪儿税吧，是吧？这这，不是人跟我一解释，哎呦，对不起啊，疏忽了。就是不对，啊，国家刚刚颁布了有上税这个规定。对，早就有。好吧，400万也不少了。那可不嘛，拿回家来，我这是发了财了。这有钱，有钱必须要学会花钱，这就是生活嘛。先奔麦当劳。上那儿干嘛去？哎，他有一柜台，你都没去过吧？我干嘛没去过？你准备去？我连麦当劳都没去过。你哪舍得吃那个去？你行了，也就你舍不得啊。摄像都带饭啊。这是，您别管我，您上那儿干嘛去？站柜台呢。啊。都有字儿，人家在上头啊！废话，
一百个汉堡，一百个鸡翅，一百个可乐，哎呦，一百个奶昔，哼，好，嗯，我这说着啊，嗯，他那儿，先生，您这是3200块钱，算出来了，谁点了？嗯，我就是念念，嗨，过瘾来了是怎么着？你这，我先体会一下，哎呀，嗨。以前没吃过，这是我转身走，他们后边骂街，多新鲜呢！我才不往心里去呢，气迷心。钱要花在刀刃上，花在有用的地方。我要做一些公益的事业，这对。以前我自身难保，现如今有钱了，嗯，我要干点好事。做什么事儿呢？我要盖一点那个失望小学。哎啊，嘿，那就别去了，那就怎么了？失望小学呀？叫什么？希望小学呀？不，那没希望。怎么没希望啊？卖的太贵，太贵啊！您打算花多少钱办小学？我看好多地方公共厕所少，您要我花点钱盖这行不行？这也是好事啊！公益事业，公共厕所，我宅那个热闹的街道哦，盖50个公厕，这是50个母厕。哎，母厕，干嘛这分着盖呀？还不是咱不懂，反正公共厕所男女都有，让他们做预算去。哦，只要合适我就投资给钱。哎，做厕所啊，反正你做完预算你找我，你未必找得着我。啊，跑了，你别说好不好啊？我还有好些个正事得干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盖一些个经济适用坟啊。坟叫什么？经济适用房。房太贵了啊。哎，坟便宜，花钱吧，花钱吧，我先照顾自己。嚯，吃喝玩乐享受。嗨，找艺人给我演堂会。找艺人演唱会，有一个台湾的女子演唱组合，叫什么呀？叫社。这啊，嘿，有仨小姑娘啊，仨小姑娘。你先等会儿吧，你一个叫 Selina 啊，这不这这这这，有这组合叫社吗？你我没上过学，谁没上过学？汉语拼音嘛，社社、啊、组合嘛。宝贝儿，那叫 SHE 知道吗？分着念知道吗？吓我一跳！您给人当汉语拼音怎么拼不成？我说满处找这组合，人说没有呢，是吧？压根儿也不这么说呀。但是我得花钱呢。那是得给钱。晚上睡不着觉，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嗯，我还没去过夜店呢。您要上那儿消费去？我可以尝试一下吗？啊，这开开眼也可以。人都是好奇的嘛。对，听说工体附近有。啊，就这周边。是不是？嗯，一看表，夜里12点，坏了。怎么呢？937没了。哎呀，嗨！哎呀，您要坐公共汽车就别去了，知道吗？937没了就不去了。坐，你说多少哪个？什么哪个呀？啊，你开车去，要不打车去呀？开车还没买呢。那打车去？先打车，狠狠心，打车，找一小面。哎，没地儿找去了，这时候等一钟头没有，多新鲜呢！有什么是什么，挥霍一把。还是打一车，嗯，到工体附近这儿，嗯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全是酒吧，我都不认识，我头回来，没来过呀。推门一看，呼，怎么了？多热闹啊！哦，里边都人啊，那是大姑娘、小媳妇啊，各种品种啊、嗯、都有啊，品种，各种款式的、啊、都有啊，这打扮不一样。哎，大长柜台，嗯，里边站着人调酒呢，那个。对，拿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壶啊、哦，对，里搁冰块啊，搁冰块啊，多新鲜！有什么？哎呀，搁冰块，倒上酒，嗯，磕一鸡蛋，香菜、芥末啊。哎，这调涮羊肉佐料呢，是怎么的、哦？这是调酒呢吗？调完了，哗，到杯里边啊，柜台底下踩着鸡，打尾巴上蹬两把毛扔里边。这是鸡尾酒、啊，没听说过，嗯，搁鸡毛就是鸡尾酒啊。这屋热闹闹的啊，啊，旁边那烤串。还烤串儿，腰子、板筋、肉串儿，呵，啊，烟雾缭绕，红男绿女，这屋指不定多骚气呢。嗯，我喜欢这个状态。啊，您喜欢这味道？嗯、屋里边大姑娘、小媳妇都有。嗯，咱也不认人家。那是。净跟我打招呼的。对。过来姑娘。嗯。哎。啊。请我喝杯水。打。咱们懂这个。对呀、啊。玩去。哎。您这叫懂这个呀？啊。不能上当。这上什么当啊？这个你。想想啊，又过来一个啊，请我喝杯酒吧。哦，玩玩玩玩玩玩去。哎，对，玩的东西还不少。嗯嗯，又过来一个、嗯，请我吃串腰子吧。哦，哎，靠谱。哎，靠谱的。嗯，这个有品位，有品位啊。都跟您一品位那是。嗯、靠着柜台，咱们俩吃着肉串，呵，吃着腰子。啊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。是，姑娘不大。
哦，小不大，二十来岁，跟我差不多吧，啊、是吧？二十。您别客气了啊，二十来岁跟您差不多呀。我原来也二十来岁。哎，原来干嘛？现在当然爸爸了都。灯底下看着，越看越好看。哼，美人和美酒是要看年份的。啊，这女的这年份跟我正合适。哦，跟您正合适。哎、她瞧我，我瞧她，对上眼了。我、哦、擦出火花来了。呵，这男的忽悠女的叫调戏啊，女的忽悠男的叫勾引。俩人对着忽悠叫爱情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谁给下的定义呀、啊？这是太好了 啊！我们俩这就熟悉了，熟悉了，就熟悉了 啊！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我们决定，嗯、啊，在天愿做比翼鸟、啊，在地愿为西兰花。哎，这嗨，撬鲍鱼用的、嗯，什么话这叫？废话，素炒也行。西兰花干嘛？连理枝。哪不带着荔枝？不连着荔枝、哎，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就海誓山盟了。就他耐上我，我也耐上他了啊！就都耐上、哎。嗯，我们俩决定要出国旅游玩一圈。哦，旅游去。他给我提了个建议。上哪儿？带我去智利。嗯、智利啊！我说这个地儿还有吗？啊，对。嗯、地震都塌完了。嗯。我们想了又想。啊。我们还是去英国。英国？英国啊？英国。你完了，你外行了。怎么呢？英国标准发音是啊，全称叫大不了颠儿。哎，不行就跑是吗？大不了颠儿，嗯，大不列颠，大不列颠。哎，这这舌头去不去两可。嗯，可以。哪舌头？舌头怎么了？废话，打什么嘟噜？来吧，买长途车票，走啊！啥？去英国买长途车票啊？你看，一看就没出过门啊。怎么呢？去英国先坐长途车、啊、先坐到河北定兴，知道吗？到定兴干嘛呀？人家那姑娘告诉我了，定兴有轮船直接到英国。哎，对，这姑娘也糊涂车子啊。来吧、啊，坐长途车，河北省定兴县，真奔定兴了。好地方，古城啊。这是。想当初，荆轲刺秦就打这儿走的。定兴。哎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一条大河波浪宽，就这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荆轲打这儿走就死，外头没回来。对，这俩也作死去了啊！来吧，美丽的定兴啊，美丽定兴啊，定兴啊，可爱的地方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有一杆嘛，有一杆。嗨，明杆吧，别唱了、啊，您说说吧。到这儿找一酒店。哦，定兴大旅馆。哦，对对，当地的。一看不行、啊，档次不行，转。呵，可是定兴这几趟街啊，啊绕。最后我们转到了定后大街。我、哦、那儿。空气不老好的吧？还行啊，那对，您是吃腰子适应了，嗯，行，嗯，嗯，我们看哟，好，怎么呢？定后大旅社，嘿，牌子上画着五只星星，干嘛呀？五星级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五星级，就是五只星星啊！来吧，啊，住宿啊，呵，俩人跟这儿非常的高兴，嗯，终于找到我的另一半了。你家晚上我们俩在餐厅里全包下来了。哎呀，点上白蜡烛，嚯嘿，铺好了布，要死人这是。那膈应人的。废话，点上白蜡烛还铺好了布，上边得躺一位吧？这是躺什么躺？我们俩这我们情调嘛，情调点红蜡烛啊？没有，这地儿就是白的。哎，特意买的，这么憨，那么长那个啊？对，长明灯是吧？嗯，不灭，绝不灭，是那是嗯。点好了，我们俩跟着他看我看他，呵，啊，吃面，吃面，哦，嗯、我们俩浇杯面，哎，这怎么吃啊？这浇杯面，嗯，啊，就一人端一碗，然后挎着胳膊，他喂我，我喂他，哎呀，多费劲呢，弄了我这脸僵啊，哎，对，那姑娘眼神也不好，这筷子夹多了，嗯，吃吧，嗯，吃的还挺饱，那是，吃完就觉着眼前迷迷糊糊的，啊，眼前迷迷糊糊糊呦，咣叽我就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再睁眼，转过天上午，啊，阳光明媚，哦，我一睁眼，我躺地上，我一看这路牌，嗯、啊，定前大街，过您围着这屁股绕一宿啊，这是，我怎么转前面来了？您躺大街上了，就穿着一短裤啊，嚯，什么都没有，站起来脑子迷迷糊糊的，啊，赶紧奔定后转，哎，又绕一圈，到大旅馆一问，人说不知道。嗯，跟您来那大姐退房走了啊！您那东西钱连衣裳，人家卷包会，哎呦，全卷了，我眼泪都瞎来了。你看看，站在街上呆若烧鸡，哎，烧鸡，
呆若木鸡，木头烧鸡，这还没听说过。自古常言说得好，哪里跌倒爬起来哭，这什么话呀？这自古有这话吗？心里难过呀，啊，伤心了，遇人不淑。嗯，他把我给骗了，是他带着我的钱，大不了他颠了。哎，对，奔英国去了啊！我跟街上，我就穿一短裤，我穿一短裤，我怎么办？想办法。真有好心人。是啊，有个老乡，人旁边晾被窝呢。嗯，又怪可怜的，快给来床被窝陪着点吧。哦，陪着这被窝。嗯，我说我这也没法还您了。啊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我们家被子很多啊，分给你一个。哦、我说呵，你真是贝多芬呢、啊。哎，还胡给人起名字呢你。他们家被子多了，分给你一个就叫贝多芬呢。都穿一裤衩了，怎么还有这闲心呢？您这走在定兴的街上啊，心情跌落在谷底。嗯，叼着这烟、眼泪哗哗的。有一句所有人都知道的话。什么话？哥抽的不是烟。哥抽的是寂寞，是烟头。哎嗨，我哪能让你猜着我 呀、哎、呀，捡了烟头抽了都。哎，在定兴的街上走来走去，我就要了饭了，没钱了，天还挺冷，披着被窝泪如雨降，伤心。夜深人静，万家灯火，多损呐、啊、你这一嗓子。这时我的心里又想起了另一段唱腔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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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唱酒瓶子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我心情难过、那就别唱了。天已经很晚了啊，我也没吃饭。哦，哪儿是我的家呀？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呢，回不了家了，在街上来回的溜达。嗯，一马路牙子就坐在屁股上了。哎，您是拿着顶坐下去的是吗？哎呀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废话说反了，知道吗？一屁股坐马路牙子上了，那是。哦，一屁股就坐在牙上边了。哎呵，这屁股太小了。嗯，什么话似的？你不同情人呐？马路牙子，你不尊重老前辈。哪儿有老前辈啊？这里头心里难过啊，坐在路边找一旮旯，嗯，裹着被窝，一会儿功夫睡着了。你看看，迷迷糊糊，眼前突然间噌，什么呀？来了一辆车。哦，汽车。车一停，起来咔啦，起来咔啦。这是下了一帮大小伙子。哦，在这儿呢，一把拉住我，啪就扔到车顶子上边了。顶上拿绳子把我吊好了。嚯，开车走，拉走了。小车在夜色里风驰电掣，快！我一点儿都不担心。怎么呢？房屋一间，地屋一垄，一分钱没有，带到哪儿去都无所谓。豁出去了！趴在车顶子上，凛凛的寒风，我突然间觉得心情好了很多。还好了？我是暗夜中的魅影骑士。哎，这还行了，别吹牛了，就都让人绑上了，还魅影骑士呢？除了定性，是不是就是潘多拉星球了？别想了，想想一会儿怎么办吧。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啊，前面有一豪宅。哦，这车停住了，这帮人把我从上面搀下来啊，门分左右，鼓乐喧天迎接你。又打里边接嘎啦接嘎啦，这是出来很多的佣人。哦，跟这喊姑老爷到。姑老爷，请姑老爷啊，拿我当他们家的姑爷了。是啊，我心可咯噔一下子。怎么呢？这不像认个儿子认个孙子啊！你认错了，你得给我钱。穷疯了，认姑也不行啊！人家有姑娘。是啊，这认错怎么办？嗯，见机而坐。哦，跟这瞧着呢。牛打里边出来十个丫鬟，十个老妈子。嘿，后边两个老妈子搀着一老太太。嗯，甭问，这是本家的奶奶。怎么见得呢？哎呀，他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呀、啊！哎呀，多新鲜呢！这不吃饱撑的吗？啊啊！走到跟前，我心说你得好好看看我。是啊，要是错了，也是你们认错了。对，赔礼道歉。哎，房子分我一半。哎，对，好嘛，我讹人去了。老太太过来，哎呦，小 Z， 你是真行啊！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？啊，快弄姑老爷洗澡去，这身都什么味儿？哎，你这偷吃羊屎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对，什么味儿了？馊了都。送到后边有一屋洗澡啊，我一看这池子里边白色的，白的。
鲫鱼汤。哎，没听说过。嗯，鲫鱼汤腥气不腥气？尝了一口呀，这是牛奶。有拿这洗澡的？我先来点喝吧。哎，饿了，没吃饭呢。哎呦，喝了半池子。嚯，饭量还不小。脱衣服啊，下去洗去。嗯，连搓带洗，是洗完上来，嗯，那佣人看着都纳闷，怎么呢？这池子里牛奶怎么改巧克力了？哎呦呵，这得够多脏啊！这个更衣，换衣服，打里边穿。嗯，内衣内裤，睡衣睡裤，嗯，秋衣秋裤，毛衣毛裤，绒衣绒裤，穿这么多干嘛呀？你看有好处啊？什么好处？认错了把我轰出去，我最起码能卖着吃饭。好嘛，想后路呢。二一个挨打的时候不疼啊。哎呀，光大衣穿了四个，哦，外边套一棉坎肩，哎，穿好了，来人呐，啊，把我搭出去，搭出去，走不动了，哎，对，门都出不去了。来到这屋，老太太夸我呢，哟，你瞧瞧，人是衣胜马之鞍，嗯，啊，人不捯饬不好看，你看穿完之后漂亮了，成狗熊了，这是啊。哎，穿的太多了，小子，你大衣外边那背心怎么穿进去的啊？哎，对，都奇怪。你脾气太大了，一说就走，两说就走，嗯，不就因为跟小姐这婚事吗？是，得了，这回别走了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结婚就挺好。要结婚？要结婚，我得瞧瞧这姑娘长得漂亮不漂亮。哦，要是漂亮呢，我就在这儿忍了。要是不漂亮，我也忍了吧。嗨，全忍了呀。院子里边张灯结彩，准备好了，搀我上后边洞房。嗯，迈不来的洞房。姑娘一回头，当时我都傻了。哦，我认识她呀。谁呀？她冲我乐呢。啊，请我吃一大腰子吧。哎呀啊，好啊，你在这儿呢。啊，电不灵腰往前碰，咔嚓一声，打马路牙子上掉下来了。哎，您不是要结婚吗？路边睡觉呢。哎，去你的吧。哈哈。谢谢，嗯，这个咱们正式的好好说相声啊。啊，现在才开始啊。这个我们这说相声有一特点，嗯，啊，你可以晚来，但你不要早走。哦，为什么？好，开始说的都挺直工直令的，比正规，啊。但是一到后边呢，一到这个环节呢，嗯，就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了。啊，那就到这儿就可以胡说了呗。什么叫胡说呀？那想说什么说什么呀？好几千人来捧咱们，嗯。坐到这会儿人都没走，啊，你不得给人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吗？哎，是吧？啊，哦，真有这段子。其实哪段都不让播。对，嗨，播与不播不是衡量一个相声好坏的标准。那倒是，演员卖力气好好干，这是最主要的艺德呀。今天是我们俩带着孩子们，嗯，啊，孩子们一块儿跟我们演出，热闹热闹。对，可是有时候也感慨，怎么呢？一回头看看，曹云金都这么大了，是来的时候这么大一小孩，哦，戴个棒球帽，背个小包，十了岁，十三四，一眨眼他也这么大了，过去啊。孔云龙也好，冯阔阳都是，对，咱们这岁数也不小了，四十了啊。谦，嗯，哥，谦哥孩子小，嗯，谦哥孩子四岁，有人在电视看过，这么点他结婚晚，对，你要结婚早，孩子比你都大啊。这什么账头啊？您这是啊！我结婚再早，孩子能比我大吗？就说这意思吧，他孩子最小。嗯，那后台这帮说相声的，我有一儿子。嗯，谦儿哥有一儿子。是，李菁有一闺女。对啊，再加上我那干儿子陶阳。嗯，这几个孩子倒是都挺可爱的。哎，好着呢。但我觉得聪明还是谦儿哥的孩子聪明。小孩也看不大出来。谦儿哥结婚晚，人家说这个父母啊，就是岁数大了，孩子聪明。有这么个讲法吗？啊，有这么说法。哦，这是实话。我看，你看他儿子于思阳，嗯，啊，玩牌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带着他替我出牌，每回我都能赢。那年才一岁，啊，算了，一岁就比您玩的好，这麻将。你看看，他天天在家里，他教我，我教人这个。谦儿哥在家教孩子掷骰子，嚯，哦，哎，儿子看好了，看着爸爸滚啊，爸爸滚，哎，滚，滚喽，我又滚喽，滚喽啊！这是掷骰子吗？我挺好。在后台也看得出来，这几个孩子他儿子是最聪明，还不错啊。陶阳啊，这几个孩子都一块玩，嗯，哄孩子们玩，我儿子最大，对，来来都跟一块玩，连李菁那闺女，嗯，啊，一人给张纸，给杆笔，画画玩吧。哦，画什么呢？嗯，画爸爸说相声吧，这题目就出来了。爸爸在台上说相声，孩子在后台玩，对啊，我儿子画一个，嗯，画一桌子，后边站一人，啊，这爸爸说相声。哦啊，陶阳也是，陶阳
爸俩人，嗯，哎，桌子里边一个，桌子外边一个，嘿，爸爸说相声，哦，李菁的闺女也画，也是一桌子，外边一人，里边一人，嗯，啊，外边站着人这么大个儿，这么点儿，这怎么那么小？嗯，何云伟，哦，桌子里边那人的眼珠子这么大个儿啊，哎呦，画他爸爸李菁，很形象，爸爸说相声，嗯，啊，谦哥那儿子也画，我画一大床。嗯，床上躺一男的，躺一女的。哎呦，这女的谁？嗯，女的妈妈。哦，这男的呢？嗯，邻居王大爷。嗯，这怎么意思？这爸爸呢？啊，爸爸说相声去了。哎，这个，这都真事儿。哎，什么真事儿？这都真事儿。说我全成真事儿。今天能跟于老师站在一起，我很感慨。您客气啊，也就是现在，嗯，大伙儿看看，哎呀，于老师说相声的，嗯，这倒退，你说这清朝那会儿见着于谦儿，咱们都得磕一个头，哦，至于吗？这个不是一般的人。怎么了？八旗贵胄啊，我们家倒是在旗。他不是汉族，哎，是满族人。满族跟皇上本家宗室，满洲正黑旗啊，正黑旗不是满洲正黑钱啊。绑票的满洲星条旗，这是满洲正黄旗。满洲正黄旗，对啊，跟皇上本家吗？对，清朝的时候朝里边有八大铁帽子王，哎，世袭罔替。对，这八家跟着老皇上打江山下来的，嗯，皇上无以为报，宠爱功臣。对，八家是王爷，嗯，赐免死金牌，你看一辈传一辈的王爷身份。八家，嗯，有他们一个，哎，其中之一，八大铁帽子王之一，嗯，绿帽子王，哎，绿帽子嘛，辈儿辈儿出这个，辈儿辈儿还传呢，世袭，哎，这行了，行了，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，没有绿帽子王，后来就不承认了，哎，压根儿也没有，压根儿也不承认啊，没有这事儿，那会儿就是那会儿还他爷爷呢，啊，是他爷爷，当然后来日子也不是特别好。后来就宣统退位，铁杆庄就倒了，没有八旗子弟了。哎，在吃饭，自个儿努力，没有皇粮。万幸啊，他爷爷会武术。哦，那会儿开镖局什么的。嗯。啊，好打抱不平。啊，脾气暴。北京城一提他爷爷都知道。是吗？走到街上，哎，嗯，那边一大个儿。哦。卖刀，那人叫杨志，嗯，他爷爷可就过去了。不知道二爷厉害吗？啊，今天我要跟你比划比划。这我爷爷是牛二，是吗？让杨志拿刀给劈了那个，其实没死，咱实话实说，没死啊，根本就不是，不是那，但是他爷爷在比武的过程当中受点损失，啊，就这俩手让给切掉了，哎呦，后来练功啊，练功，嗯，外号叫神拳太保啊，知道吗？哪儿有拳呢？都切下去了，还神拳太保，拿裤衩跟人打呀？绑两把刀，绑两把刀，北京城一扫去，双刀李老大都认，哎，呵。这人也太会捧人了，嗯，啊！挡着刀还双刀呢。后来大总统曹锟把他爷爷请了御膳房，哦，专门负责剁馅儿。这嗨，啊，这跟武术都没关系。再后来娶妻生子，生了他父亲。啊，爷爷在家哄孩子玩，啊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都剁了给人家。没有没有，哄孩子玩把刀摘了，啊，换俩小烧饼。哎，这呵，还真能想主意啊！这拍一脸芝麻，多闹得慌。嗯，多可爱是吧？还可爱呢，挺好。后来就传到他父亲这辈儿，啊，父亲那了不起，又了不起啊！他父亲，我哎呀，说实在的，嗯，他爸爸，哎呀，你别拍行不行啊？这说的我爸爸，您往自个儿这拍什么呀？我感慨，有什么可感慨的？老爷子真好啊！北京城现如今来说也数一数二，哦，也数得上。他爸爸有钱呢，嗨，提钱干嘛？到现在老爷子还住四合院呢。那能代表什么？好多北京人，哎，我有钱，嗯，我住那别墅啊，多少多少独栋，我那个院子5000平米，嗯，你准住在河北省的边上。哦，离北京市远。二环里给你5000平米弄个院儿，嘿，不可能啊，没有，他肯定是前清啊或者民国留下来的。嗯，王公大臣贝子贝勒那个房子可能还行，老院子。现如今住四合院是真讲究，那是北京城过不去10个人住这个。哦，那么稀少，有一个就是你父亲。对，这么说吧，嗯，北京城每10个人有一个是他父亲。哎，没听说过，10个人里就有一个是我爸爸呀，多洋气啊！洋气干嘛呀？嗯，住四合院的，住四合院，哎呀，太了不起了啊！吃喝穿戴上
当讲究。怎么个讲究啊？你看看吃的菜吃的粮食都是自己找人种哦，啊，外边买的不吃，讲究怕有农药，绿色青菜都开好了地，老爷子看着说外边化肥不允许，不用，都得必须上人肥，真的，哎嗨，都是老爷子自己那肥料催的。哎嚯，这得多能拉呀，这老爷子还自己的肥料催的，吃别人的吃不惯。哎，知道吗？他这好这口是吗？这是有钱，这是有钱的关系吗？就是有钱，喝茶也是，喝茶呢喝玉泉山的水。哎呦，这可是讲究，京西玉泉山的水是最好。对，明朝清朝两代的皇帝只喝玉泉山的水。对呀、啊，乾隆皇帝做过一个银斗、哦、装满了天下的泉水、嗯、上天平称分量，玉泉山的水分量是最轻。这代表什么？嗯，说明杂质少。哦，现如今那个没有了，当初西直门的城门洞顶子上刻着水波纹。对，每天半夜里边这水车由打西边来进这个西直门，西直门走水车给皇上送水、嗯、他爸爸现在就喝西直门这过来的水啊，延续到现在啊。茶叶也是，嗯啊，不管是什么武夷山呢还是安徽好茶叶啊，自己飞过去看、哦、这点我包了，摘下来之后连家伙在那炒茶的师傅、哦、飞到北京来，在院子里看着你弄，现场制作，你原地弄好了打上包装拉到北京来不喝了，怕假的，就这么讲究。嗯，喝铁观音那炉子上都带表，嚯，水做了多少温度，哗、嗯、到壶里边洗茶、啊、对，说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。嗯，洗完之后铁观音嘛 啊第一泡倒掉，洗吗？他父亲从第二泡开始喝，第三泡第四泡第五泡，越喝色儿越浅。哎，对，我爸爸也不怕骚气呀，这怎么了？这不上火还越喝色儿越浅，一泡一泡的喝茶呀，怎么说呢？叫一泡一泡的呀。第一泡不是倒了吗？啊，就那能喝的倒了，剩下都是一泡一泡的，是吗？反正是挺讲究。那一泡茶，贴身带着四个保镖，四个人，那是北京特种部队下来的。哎呦，小伙子一米八，大高个，刀砍斧剁一般齐。呵，那腮帮子鼓着，太阳穴努着，胳膊四棱子起金线，有功夫。一个人打六七十人，假的一样。人练过呀，天天伺候着你父亲啊。老头的作息时间特别准确，有规律啊，几点干什么都写好了。嗯，一看这儿，哦，上午10:10，哎，穿衣裳换好了，从里到外，嗯，四个保镖。捧着点心，捧着水果，端着鸟笼子，拿着茶壶，嗯，伺候着老爷子出去玩去，上公共厕所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嗯、这么有钱住四合院，上公共厕所去？忘了盖了。哎呵，谁的图纸这是？再有一个，上个厕所这又鸟笼子，点一匣子，端着茶水，弄这干什么呀？万一半截饿了怎么办？哎，那也不能那儿就吃啊。哎，这一开开门往外走、啊、头里边是俩佣人，哦，给抬着地球仪干嘛呀？怕迷路。傻子是吗？出门上公共厕所能迷路？万里有个一呢是吧？半道拉好找回来呀、啊、这个、嗯、这往前走到公共厕所门口了，哎，老头站住了、啊、这几个人雁别翅排开，呵，哎呦，没听说过厕所门口喊唐威去。你爸爸这才迈步啊啊，往里边走，公共厕所嘛，嗯、啊，这蹲的都是人，那是老头。哎呀，跟大伙打招呼，嗯、啊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用得着，用不着这么客气，知道吗？啊，厕所里边就不至于这样，就是没有架子，那就废话、嗯，上厕所要什么架子？哦，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废话，谁拉着半截起来握手来呀、啊？啊，多余吗？大家好，忙你们的，忙你们的哈，可不是吗？来人呐！啊，更衣，还更衣，换衣服啊？干什么？穿什么衣服？哦，那这会儿呢？换便服。这身衣服很贴切。嗯，你老听人说换个便服，你不知道干嘛用吧？啊、对呀、啊，干这个用的，拉屎用的呀、嗯！别说这么恶心的话。哎呀，您说的就是这事儿。摘帽子接过去，把大衣脱了。嚯、哦，西装、马甲，好嘛。三件套，领带全带着，衬衣，这不叫讲究了。哎哎，你这还、哎啊、咱没有这么逗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当着这么些人，你给我解释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
贝贝家。哎，嗨，贝贝家干嘛？你们想多了吧？嗨，你们准以为是哎贝贝家了吧？哎，行行行，就别瞄了这个。拖鞋啊，裤子全脱，秋裤，天凉，三保暖，哼，线裤全穿着呢，内裤哎，全脱呀，由头上到脚下一丝不挂，光着，换上一双新拖鞋。哎，那管什么呀？那个，吩咐这几个人啊，撤！哎，撤！回家走。怎么回去干嘛呀？脱下来的衣服得回去挂上啊。不是，那这儿怎么办呢？这儿就剩你父亲一个人，自己了，都走了啊！啊，列位啊，该我了。哎，这行了，这别嘚瑟了，脚底下都是坑一。一会儿一失手就掉下去，你这该我了啊！可不是早就该你了，该我了啊！这行了，找一合适的位置啊，蹲这儿方便，也就这点事儿。哎呀，跟这聊天、啊、特别亲民，还聊呢啊！我最近食欲很旺盛，哎嗨，我想吃。这别说了，厕所里头聊这干嘛呀？啊，就聊天吧。人家陆续就走了，不爱听。哦，再见再见啊，见保重。哎呦，哎，行行。这位要不撒手，光着屁股给蹬出去，多寒碜！就跟在定性似的。嗨、哎，行了。嗯，哎，一会儿发现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没带纸。好嘛，这么讲究的人就关键的不带。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要了亲命了。想办法。哎，嗯、地上有一张。用地下这个。还挺干净。没用过。但不能拿。怎么呢？对过那儿蹲着一人了。哦，有没走的。我捡这个，他得笑话我。那是。我等他走了再见。耗着，巧了，嗯，这位也没带纸。好嘛，全碰一块儿了，也看上这张纸了。哦，啊，不能捡啊，等于谦他爸爸走了再说。一个想法，俩人可对上了。哦，五十分钟就过去了。嚯、哦，把你爸爸气的。那是。哎呀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画个圈圈诅咒你。哎嗨，全想起来了，这时候。你再看那位啊，哎，哎，好嘛，比我爸爸还狠呢。僵持了三个小时，哎呀，你爸爸站起来就走，不擦了，都晾干了。哎，没听说。很感慨，还感慨。啊，哥俩在一块儿年头不短了，十年，到今年第十个年头。对，今天这个闭幕式是郭德纲从艺20周年。嗯，下个月是郭德纲于谦合作10周年啊，另一个年头开始。我们俩老能找出话题来啊。其实来说都是从小学艺，对，这行不容易。嗯，谦哥小时候开蒙在北京曲艺团，是王世臣先生开蒙，老王先生，王先生培养。嗯，后来罗荣寿先生也教过他。对，罗先生培养。嗯，最后是拜了石富宽先生，对，石先生培养。嗯，所以这是一个三培的演员。这、啊、不能这么说话啊！这三位老先生培养，三位老先生培养。对，这行难干，真的是顶属说相声这行不好做。哦，你不管演电影、演电视剧，比我们这都好干。哦，真的啊，唯独说相声，因为没有场景，就是俩人全凭嘴说描绘。你演电影、演电视剧简单。有布景啊，你包括有的时候，你看这些是《西游记》放的挺好，嗯，好几版《西游记》，嗯，啊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，是我看了看，嗯，好干，好干，尤其这里边沙和尚，嗯，沙和尚这活是人就能演，是吗？他一共就四句词啊，怎么四句啊？整个《西游记》沙和尚就四句词，哪四句？第一句啊，啊，大师兄，嗯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，哦，这是一句，嗯，第二句呢？第二句。嗯，二师兄，嗯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。哎，对，可换一人。嗯，三一句，第三句，嗯，大师兄，啊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。哎，这好嘛，全抓走了。嗯，第四句，啊，大师兄，嗯，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。嗨，就剩他和大师兄了，这里头。嗯，那我们这个就比人家难说，那是啊，难弄，一点一点弄，不容易。我们师兄弟儿多。祝你师父长寿吧。我看你师父出来老带着家伙。没听说你们怎么教育孩子了。这行挺难。嗯啊，脑子得快。嗯，还得有好身体。是，实话说没事得锻炼。
你看这出了一趟一趟一趟的跟这儿站着，嗯啊，好几个钟头，你甭说站这儿说，还得让人乐，你就找一地儿你自个儿站仨钟头你试试去，都不好站啊，有好多人看你纳闷儿，嗯，多新鲜呢，神经病嘛，这不是、啊、没事，我们就得锻炼跑跑步啊，锻炼肺活量，对啊，发音吐字要清楚，底气 有时我们俩爱出去一块玩，嗯，但是北京城里不好，那都是熟人，是不得锻炼，有时出去上爬爬山啊，上西边什么的锻炼锻炼啊，有时候他自个儿去，嗯，有时候我们哥俩一块儿，对，那回出去好，差点没出事，出什么事？好些年前了，嗯啊，他都忘了，就那回出事脑到现在不好使，嗯，不是什么事儿，我这真是记不住。我们俩爬山嘛，在京西那儿爬山 爬上去了，他逞能，嗯，山尖儿那有一块石头，我说你别过去啊，掉下去，哦，他不听，没事没事，一踩咣叽下去了，真下去了，哎呦，真吓坏了我，哥俩一块儿，那会儿虽说没像现在似的，但真摔好点，跟家没法交代，那是，我就喊半天，老问我怎么样怎么样，谦哥，嗯，得有十分钟，他跟你，哎呀呀，行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死没死，那还行，我说你哪儿摔着了？我现在俩胳膊都不能动，胳膊摔了，估计俩胳膊都断了。哦，哎呦，我急得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是啊，也不怎么那么巧，啊，他那儿有一棵树根那儿绕着一盘绳子。哦，我就赶紧解下来往下倒。嗯，我说我拉着你上来。啊啊，行了行了，一把两把一把两，哎，嗯，啊，俩胳膊都折了。那怎么系的？你拿什么？你拿什么？拿什么弄的这绳子呢？嗯，用牙啊！哎，这掉下去了。我用牙咬着就别喊了，这个真的，这是的，没摔之前就傻了，这是啊，这后来这不救回来好多了吗？好多没这事儿，不是我不记得，因为啊，因为这演员这行确实是我们这行没日没夜，哎，对，没点儿，没有点儿，你说这演完了这都几点了，嗯，是不是回去大伙儿说点事儿吃点东西，嗯，就这大半夜有时候后台排戏一折腾折腾一宿，哦，那真有这时候啊！前一日子拍戏也是，嗯，一弄就夜戏，是啊，夜里拍戏。后来谦儿有时候今儿我早走，嗯，我今儿早这会儿已经早晨五点多了，嗯，我盯不住了，岁数大熬不了夜儿，困啊。他说你盯着我走，我说那你走吧，嗯，让他回去吧。啊，谦儿哥还给家打个电话，嗯，啊，我一会儿能回去，一会儿能回去啊。那会儿早晨五点半快六点啊，你想熬一宿啊？他这才回家，嗯，到家门口小区外边。把车停那儿，嗯，困得都不行了，嗯，往小区院里走，嗯，大小区院里跑出一个人来，谁呀，啊？一丝不挂，哎呦，大早上起来光着屁股，哎，往外跑，谦哥都愣了，没见过这样，早晨六点还没人呢，啊，他打里边光着跑出来，嗯，这时候一边跑一边指着于谦，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，嗯，啊，这我走我们家出来的。就是这人，嗯，哎，这哪人呢，啊，谢谢还给我们送菜啊，哎，这是菜吗，这啊挺好，你看，哎呦，真是花啊，可不是，是花吗，上回是谁也送的花里边还带着钱呢，啊，行了，嗯，别不知足了，所以说这个我们这抖搂不出来了，知道吗，搁这儿吧，人心都坏了，现在是，哎，也不是谁心坏了这些日子赶着落落过完年了，算是喘口气儿。嗯，其实演员啊挺不易的。那是啊，最近也是嗓子也不舒服。嗯，谦儿哥也是，都闹嗓子。他还好，他是咽炎。是啊，咽炎大伙儿知道不是大病。对，从古到今，很多古人也得过咽炎啊。古人还有得咽炎的吗？李莲英啊。李莲英得咽炎？咽完了发炎吗？哎，谁说？就是不干净。这什么不干净？您记住了啊，嗯，李莲英跟我这是俩地方，知道吗？那可不呗，啊，他是作坊，你是医院。嗨，没说做手术啊。这个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比我们紧张，是跟大夫说：“大夫，我这行吗？有问题吗？”嗯，大夫乐了啊，你放心啊，踏踏实实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哦，我喜欢您的相声，我是您的观众，嘿，我会尽心的。您瞧，再一个了，咽炎小手术，对，加上您这个，我做了217例。哦。我也希望能成功一次。哎啊，一回都没成功过呀！闭眼吧！哎呦呵，干干净净的切了。什么干干净净的？嗓子眼啊！
嗓子这都切完了。哦，我们都跟那个手术室那边等着呢，关心我呀，行不行啊？啊，那个白布都买了吧，差不多吧。买白布干嘛呀？该通知通知啊。啊，这不至于。哎，一会儿他又把里边拿车推出来了，完事儿，表情也挺好哈。嗯嗯，哎，挺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这手势那是失败了，知道吗？跟按李连英那做的了。所以今天跟于总管在一起，我很高兴。别胡起名字了啊，挺好，挺好啊。这总管后台得病的好几位，我们这有演员叫高峰啊，前些日子挺有名的这人啊，这最近没来，身体不好，嗯，精神状态也不好啊，看病去了。哦，那大夫挺好啊，你别担心，没事，给查查吧。他身体没病，就是精神状态不好。哦，说你这有一好消息，有一坏消息。哦，啊，这大夫四十来岁啊，一看着。精精神神的，没事，你放心。嗯，哦，我这怎么个好消息，怎么个坏消息？嗯，您给我说说坏消息。坏消息，你现在有同性恋的倾向。哟，哦，那好消息呢？挺可爱的。哎，他喜欢上他了。嗯，好嘛。所以最近高老师一直在休息。哎，对，离医院远点就。我看他媳妇都沾着胡子了，在家里边。哎，嚯！要不然不让进。哎，家里边情调。嗯，去你。啊，后台还有一个叫侯震的人。啊，侯震知道，侯震都知道啊。嗯，我师父侯耀文先生在家里行三。对啊，他的大哥侯耀中先生。嗯，啊，侯大爷的儿子侯震。嗯，侯家哥仨嘛，大爷是侯耀中。嗯，三爷呢是侯耀文先生。嗯，啊，二爷呢就看看报纸去吧。啊，这嗨，就别提了。嗯，侯家三辈就一个说相声，现在，嗯，侯震在德云社，今天没他。这些日子鼻涕啊，哈喇子呀，感冒打喷嚏。我你看我你快看看，你别传染人。是，后台就一间屋，你待着一传一帮人。哎，赶紧上医院。侯震看病去了，噔噔噔噔噔进屋。啊，您看我这怎么办？嗯，哦，你这个多喝水，注意休息。哦，另外啊，你得配副眼镜。干嘛还配眼镜？大夫在楼上，我是会计。哎，嗨，会计哪儿那么些废话呀？跟他还问人家呢。啊，那我配什么眼镜？哎，这也浪催的。你配个墨镜吧。干嘛配墨镜啊？眼不见心不烦，你看你们家多乱呢。嗨，这都不挨着。说这事儿啊，嗯，有病看病，没病别找病，别跟李菁似的。李菁怎么了？李菁疑心病特别重啊。是啊。申根安，我不好受。嗯，我说你也不咳嗽，也不打喷嚏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我真难受。怎么个难受？太阳穴疼。这儿啊？这儿一按就疼。嚯，心口这一摁就疼。哎呦，嗓子眼儿一摁就疼。我说你看看去吧。什么病啊？手指头折了。哎呵，摁哪儿都手指头疼啊。这说的你。所以说这个人呐，得对自己好一点。是，实话实说，人生苦短。嗯，活一百岁的没有几个人。危险无处不在。哎，您这话有点过了。怎么呢？危险是有，但是也不能说无处不在。你看他老不相信啊。当然了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可以啊。于老师演出结束了，没事站在门口站会儿啊。那没有什么危险，穿西装打领带，嘿，叼着一支烟，哦，很有绅士的风度，本来就有这派头啊。这是绅士吗？这个这不小流氓吗？绅士很凄惨。哎，对，这么个绅士啊，跟这站着呢啊。有胆那儿过去姑娘，哦，一个女孩很漂亮。嘿，于老师乐了啊，爱看。哎呦，日本人呐，我怎么弄出这么一句来呀？喜欢呐，喜欢日本人。小妞，嗯，给大爷乐一个吧。嗨，小妞不乐啊，大爷给你乐一个吧。嘿，谁乐都成。正乐着呢，嗯，有打房上过去一只猫。哦，喵，蹬起一块砖去。哎呦，呜，啪，这是拍脸上了。蹬下一块砖里横着拍呀，您这个什么猫啊？这是机器猫。嗨，也就您能想出这词儿。呜，砸脸上，脸都扁了，真砸上了，脸都砸扁了。哎呦，拉到医院去。嗯，治好了又出来，又站这儿啊，叼着烟卷，没记性，这大扁脸这样啊。哎呦，拍这么大。哎，跟这站着。嗯，哎，小妞又来了。哎呀，倒霉倒霉小妞身上啊。小妞看大爷这大扁脸扁吗？嗨，看这干嘛呀？这多难说这个啊！就是 说这个。我，你扁不扁？扁呢？大爷阿扁。哎嗨，嗯，什么都有。大爷现在给普洱茶代言呢。嚯，嗯，拍成饼了都。正乐呢。啊。房上电线折了。哎呦。搭在脸上，呲啦。哎呀呀。脸都蓝了。
嚯！拉到医院去吧。啊，大夫一看，嚯，阿凡达。哎，这没听说过。拿电线给刺成阿凡达了。危险无处不在啊！您说这话还是过分。他老不相信啊。不至于的。你就是一条命不够折腾的。怎么了？你跟那个猫比不了。猫呢？民间传说猫有九条命。倒是有这说法。你真有九条命你也好不了。九条命我怎么还好不了啊？哎呀，我遇见有九条命了。是。我先找一火车道躺着吧。哎，我玩命去。九条命啊。我不怕。躺好火车来了，呜，过去了。啊。死了。死了没关系，我有九条命呢。火车十节。啊，全呀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也不怎么了，我一说于老师，我打心腹里那么美，真的。哎呀呵，你也不想想我。嗯，后台最近有几件喜事儿。哦啊，最大的喜事就是刘元前些日子结婚。啊，对啊，刘元大家都知道，就刚才跟我们打架那大胖子，啊，挨打那个，脱光了之后那样的那个，啊，对，那相声世家，你别看这模样啊，他也是，他姥爷叫张庆森，对，张先生啊，当初跟马三立先生是一场演出的，对，后来由于眼睛出毛病了，退出舞台，是马三爷公认最好的捧哏演员，就是他姥爷，是相声世家刘元，啊，来的德云社干了几年，前些日子。结婚了，对 对, 对啊，喜事儿，这不挺好吗？嗯，结婚我们都去了，嗯啊，让我给主持，对呀、啊，我说这个我是没干过，你说相声好呢，让我站这当个司仪，我不好意思。你客气啊，再一个他搞对象偷偷摸摸搞，他不带着后台来，怎么呢？你看他的模样你就知道了是吧？哦，他不敢带来，我说那怕什么的是吧？就是啊，那结婚那天也都遇见了，嗯，新媳妇穿着婚纱，啊，中西合适的啊，啊，穿着婚纱戴着盖头啊。这什么扮相啊？这是，我说你让谦儿哥让李菁他们这李菁这常年迎婚庆了啊。对，我说我不会，您来师哥啊。我跟他开玩笑，嗯，我说告诉你，我干这玩意儿贵啊。哦啊，那行，您说多少钱吧。呵，我说我别说多少钱，你看吧，嗯，你按你媳妇儿漂亮程度给，知道吗？哦，自己衡量。哎，你自个儿衡量，你媳妇儿跟天仙似的，你多给。对，媳妇儿不好看，你少给。嘿，刘元想了想，嗯，给我一块钱。哎。就值一块钱呢，我说你这可没有啊，你拿我开玩笑行，拿你媳妇开玩笑。对呀、啊、撩开盖头一看啊，我又找他五毛。哎，这值五毛啊，也没有您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新媳妇也不高兴了、啊、就是师哥您这没有啊，啊，您这我们叫您师哥，您那么开玩笑啊。对呀、啊、这我得问，我有这么寒碜吗？是仰天长叹，哇，下雨，老天爷都吐了。哎，这好啊，但结婚之后这是很幸福，很美满啊！一个他，一个李菁，这都是很幸福。李菁孩子都有了，是生一小姑娘，嗯，特别可爱啊。对，曹云金刚才也夸他这小师叔了。哦，啊，就是我们这弟妹李菁这媳妇儿漂亮、啊，大脸盘子，对，跟囊似的。哎嘿呀，有这么比喻的？生这闺女啊，多好，随他妈大脸盘子、哦，随他爸大眼珠子，孩子长得跟盾牌似的。呵，怎么想的？您这是？多好，嗯，李菁是最顾家了，对，最顾家。每次外边吃饭，比如我跟李菁演出之前，咱俩吃点东西吧，嗯，随便叫点什么，随便啊，嗯，这儿比如鱼香肉丝，哦，端上来，我没等吃，李菁准哭，哭，我这吃鱼香肉丝，我媳妇还没吃鱼香肉丝呢，你叫想媳妇儿，就是这个人的人心呢、啊，顾家，很感动啊，嗯，哎，伙计，再炒一个，打包带走。您也够朋友，又上来了，宫保鸡丁，他那儿，我媳妇还没吃宫保鸡丁呢，这也贫了，来炒一个，炒一个带走，还带走，一会儿又上来了，嗯，香酥鸡，哦、媳妇还没吃香酥鸡呢，又哭了，让你媳妇跟我吧，哎，好嘛，改这词儿了，你鱼香肉丝都没吃过，你还跟他干嘛呀？就说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但他这顾家。还捧呢，我们后台俩最顾家，一个他一谦哥，我当然顾家，我们俩邻居街坊，是住在就是南边同一个别墅区，哎，一个小区、啊嗯、这边就是我对过就是谦哥的地下室，哎，这一上一下的叫邻居吗？这个、啊、每天早晨我站在我这个1400平米的小平台上，好嘛、啊、住天安门广场上、嗯、早晨我都能准确的看到谦儿哥打地下室那土里边钻出来，好，
您拿我当屎个浪了是怎么着？我还打土里钻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呲着牙跟鼹鼠似的。哎呀，逃出来的这是，端着一尿盆倒尿去。嗨，天天这样，一年365天没有间断。嗯，我都看腻了。嗯，后来我问他，哎哎哎，啊，干嘛呀？嗯，怎么老是你啊？是，怎么见天是你啊？嗯，嫂子呢？啊，管着吗？是，我们俩有分工。怎么分？他管尿，我管倒。哎，没听说过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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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来呀、啊，而且行了，别接着说了。你说我您上瘾是吗？说别人不可乐，真的。少说我可乐，我就爱说谦儿哥啊。谦儿哥这人性好，捧我。你看刚才有观众还喊你了，一下就喊你啊，让他唱一个是吧？这谁说了让我唱一个？您净往出点这个，你看这大伙儿喜欢你，没听说大伙儿喜欢你，听您唱。知道您会唱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咱们演出是这样的，啊、德云社演出只要一唱就快结束了，是吧？咱们尽量多说会儿，因为大型演出本来时间限制的就紧，对啊，规定必须什么时候结束，这是没有办法，很正常，嗯、就跟人民大会堂似的，嗯、大会堂要求就是10点半结束啊，这都差不多。大型演出有必要，安保工作很难做，嗯啊，因为咱们这演出一散，整个三里屯附近在街上都是人了，就啊，哎，嚯啊，咱们尽量多说一会儿，对。一唱就结束了，待会儿谦儿哥肯定会唱好多的。还是我呀？你大伙儿爱听，你看你们家亲戚多捧你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全是亲戚，合着啊，没有外人啊，都是咱的好朋友。那倒也是。实话实说，嗯，相声嘛，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，靠说。俩人站这儿说，大伙儿听完了哈哈一乐。嗯，我觉着，嗯，有什么句话说得好，寓教于乐。对，我承认，但是我认为要把乐放在前面，先乐。那都不乐了，你还教育谁去？嗯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对啊，当然了，同行们有一些小非议，之前咱们也聊过了。嗯，正常。那当然正常。你同行再夸你好，他也不买票是吧？嗯，他还往里边带人呢啊。你还得指着观众。当然啊，演员这行就是这样，无动六相，尤其是到了节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最忙。那节最忙，中国人这个节也特别的多。嗯，每年你说多少节？包括传统节、洋节、嗯、啊、老节都太多了。中国人还全过，就是打立春开始。嗯，立春家家的春饼和菜。对呀、啊，老于家最讲究了。打春嘛、嗯，因为他们家他父亲，嗯，老人物，咱们知道他父亲北京最有名，嗯、有钱住四合院。就别说了，行了，干嘛您打算重说一遍呢？是怎么着？我怕他们忘了。哎，这嗨，忘不了，忘不了啊！待会儿忘了咱们再说啊。哎，还得重说。我就说老北京人有这个老理儿，得过这个节啊。老北京他爸爸那正经奇人啊，一到打春这天，一早起来就吩咐孩子们、哦、准备。哦，啊，今天那立春了啊，咱们这是老北京人吗？这个，这说话怎么河北味儿啊？我学不像老北京人，别学了，那就反正一到立春、啊，你们家那院子门口挂块匾，干嘛？立春院啊！你看，就今天改名。行，等会儿吧。这挂你别乐，要挂这匾，不是立春也得挂，知道吗？啊、妓院的牌子也挂呀。你看你老说这个多雅碜，挂嗯。您怎么知道这牌子了？今天立春了，这个院子里边立春了。那是不用挂匾。那、啊、不挂匾，他爸爸讲究春饼。哦，小春饼、嗯，哎，咱们有的家那炒鸡蛋啊，人家家里没有。哦，鹌鹑蛋，一人一张饼，一人卷一鹌鹑蛋啊、一个鹌鹑蛋。他爸爸还不吃蛋黄，哎，那就更没门了。哎，立春，端午节，端午，五月节，五月端午，端我节，端你节，端谁？端谁都甭端，端午节，五月端午节，对啊，一到这天，他爸爸心里不痛快。怎么呢？一到端午节。哎，谦儿，来过来。嗯，爸爸心里不痛快。怎么呢？五月节，五月端午。嗯，我想起你母亲来了。你妈不是咱北京人，哪儿人呢？四川峨眉的。那年呢，跟你青姨啊下山来。青姨。后来啊，我也是西湖边上啊，我扛着雨伞，我认识你妈的。哎，这行了，您甭说，青蛇白蛇呀，这个啊，《白蛇传》的故事，讲家里的故事嘛，这不是我们家的故事。啊、哎，包粽子，大伙儿吃。哎，这行。啊、然后八月节、嗯，八月节吃月饼。对呀、啊，老于家大月饼搁在这儿，各种馅儿的。哦，这白果的，嗯、五仁的，嘿，豆沙的，全了，腰子的啊。嗯。
芥末的，带鱼馅的，哎呦，面馅的都有，那不就是饼吗？那不就是，还面馅的你？啊，我大伙儿都吃，高兴。这甭吃，就吃一烙饼有什么的？烙饼，烙饼，来，给我弄一鹌鹑蛋啊！还鹌鹑蛋？来挂匾，挂咱这匾就行了。这节都一块儿过，这都传统节日啊。还有那个新的那个洋节，外国的，过去哪有过情人节的？没有，现在这不都过了吗？年轻人，2月14号，穷人节啊。穷人节怎么着？情人节，穷人多就穷了，真的。嗨，找这么些干嘛？哎呦，我记得有一年，有一年2月14号，北京下大雪，哦，车都走不了，街上都是一对一对顶风冒雪啊，情人呢、啊？还过节啊？俩人这挎着拄着棍儿、啊哦、上桥，小鬼不要倒下，会冻僵的。哎，好嘛，爬雪山呢这儿。有这么一年啊？那也没有这个、嗯。还有这圣诞节，哦，圣诞节啊，耶稣过生日。是啊，这挺好。原来没有，现在都有。啊，圣诞节，外国人最讲究过这个圣诞夜，有些人都唱诗。对，教堂里边，嗯，神父带着修女们唱诗。对，神父先唱。这外国、啊、这是外国，这东北这是。咱不懂这个，不懂别人，反正都出去砍圣诞树去是吧？是是。回来把这袜子什么都晾上面。哇，拿圣诞树晾衣服用啊？这都是洋节。对，送礼物、啊、人这一生就是好多节。嗯，小孩儿说过儿童节，对，大了五四青年节，大点儿上班了五一劳动节，对，后来再有了孩子过父亲节，是，再有两年哎清明节、啊、哎，死了这就啊，这人寿数太短了啊，就说这个意思吧，说这个、啊、缩短一下说啊，嗯、啊、还有的就是新出来的那个节，比如3月15排油节啊，这没有这节，我怎么老想起说这句来啊？哎，咱们自己过啊！谢谢你的支持。啊、到315了吗？哎，这过了都是吗？过了。嗯，他们说今天又提那事儿来着哈、啊。提哪事儿？哪事儿、啊？您说哪事儿？你少来这套。嗯，藏米排油不要卖了，你是最大一受害者。我原来谦哥多胖，咱实话实说，比桌子还宽，我都横了啊！就这么大胖子是。卖藏米排油给他来点喝、嗯、越喝越瘦越喝越瘦、嗯、你要再瘦下20斤来你很标志，那倒是，结果这315不让卖了，我这断对儿了，谦哥多苦恼，嗯，也不敢吃东西，嗯，怕突然再胖起来，啊，天天吃炒黄豆，我就光吃豆，一顿3斤炒黄豆，嚯、哦、还不少，叫渴吃完喝凉水啊，身上刺痒找一澡堂烫热水澡还泡去，各位您是明白人，嗯，一肚子炒黄豆和上凉水，外面拿热水一烫，哎呀，好，那肚子里边，嗯，七上八下的，扑哧，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，哎，学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啊，嘟，得亏在池子里边，嗯，这才岸上，嘣，怎么呢？一声响，白裤衩能变菊花的，对，没听说过，明白吗？咱别说这么恶心行不行啊，这一说一乐的事儿，真的这谁乐呀，这好，他跟池子里嘟、啊、满池子气泡，是啊，澡堂子服务员吓坏了啊，于老师上来吧，怎么了，水开了，没听说过，